老板，这下你管千万关着我，抽抽出来逛下那个儿子。啥子都喊我，我还真你烦的，你喊不得你的娃儿吗？那娃儿在这儿，一个人不好亲的，还要挖沟沟的些。那你不要下来得，哈的，我喊你的时候你给我插插头。要得。哎呀，软管子少方便很多。把他陷到这儿去了。你的人，你把那个陷到你的班级的，你要带两个娃儿，你是坐着喝了酒谈。我也没说啥子，我问他周五那儿假。哎，把管子递给我嘛，我亲上去。再挖了个沟沟，引点水过来都。你看你还是多活动，还留下你，挖两次你把那个结石出来。哇，擦擦了，都生锈了。爸爸，把它擦起喽。这管子到处也在漏，咋子来水嘛？哦，正大点儿的水哦，怕这人擦黑就收不着站。走快一点嘛，好热哟！先喊你不急不急，你非要急。我把就能扔菜了吗？啊，弄了差不多就来了。我来捡菜嘛。要得，我下去看看看看。妈，你不下来，我也甩起来。那儿是湿的，换一把管子就是。这哈子天气好热哟，这没问题的。人家我们老汉儿是多勤快的，是有点时间他就会把这个饭呐、啊、那些弄过瘾，真多浇头儿，还把够了少弄点儿。哦，这老汉儿抓真大快拿的，连这肥人是切起都不舍刀。那这腊排骨我是啃起香得很，这骨头装一半边，肉装一边，把浇头切切切炒切。这切着浇头要斜起切，斜起切的那炒出来才更入味。哇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这头头单独放。还把火弄起来了，烧起。妈妈，我来给你烧火嘛。要得，我看到火不要落出来就是哈。好。哎，锅头就拿了，把那肥的先炒一下。哎，肥的好啃出油的。锅头那哈端起端起了哈，加进去就是，用手打嘛。高兴点加嘛，哪儿会晓得熟啊？这骨头放进去炒一下，这油窜点起来，好多油。这叫腊肉油，那煎莲花白花菜好吃得很。放里边酸海椒，先放这浇头老壳炒一下。妈妈，菜叶没冒烟吗？那菜叶那有点韧的，那叫冒烟。老壳炒熟了，再把叶叶加进去。好，差不多出锅了。直接把这菜端过去，喊爸爸回来吃饭喽。等边边，爸爸回来吃饭喽。耶，喊羊没有？喊羊了。那你先吃去了，嘎。妈妈，这炉子好香。嗯。哎呀，熟了，来熟了。就是了，这个水嘛才香嘛，它简直是个地那个噻。你那边灌起，插半夜来喽。走，回去。我这把菌根炒起来，打个汤吃吧。再整个番茄蛋花汤吃饭，打两个蛋。那要去吃饭，洗手吃饭。汤放中间，烧死你！妈妈。吃的都胡说不放屁吗？你管得宽，包容云。你妈这个蛋，我不吃蛋。蛋冲上蛋花了嘛？哦。要吃蛋吗？喊你妈妈给你弄点儿热身。我以为你爷爷在那说，你要吃蛋吗？把鸡巴杀了嘛。还是你想吃鸡哟、哦？喂。嗯。要不要留个词语，留个成语夹子吧？杀鸡取卵。你吃你的鸡蛋，我吃我的鸡肉。嗯。包总来。我不要拿我的。没有我的。真爽啊！你看圆圆，我一家人都吃饭，你爸爸也跟我吃红烧，人家不晓得呢，还以为在虐待你爸爸。可是还是我最肥的一个啊。你会不会说话？越大越笨。
这儿都不紧的。今天视频拍的真的行，我视频可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